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69面，469面啊，倒算第二行啊，倒算第二行。佛无住着加色，亦非定言没有下得也。如前受用古作品文，所故下得心结严厉，亦在虚空，亦在遍地，作证。非定无下得也。这个所在文理，咱啊，爱细心的去看，这段经文。是讲这个叫做世界清净平等。第一段是讲境界的平等，境平等啊。佛母头前是讲叫做世界的大环境，伊是光明世界。这个、世界啊，永远是无昏暗的现象。伊嘛无需要日月，也无需要黑光，也无昼夜，也无年月日，这些，那这些伫叫做世界，拢总拢无这个现象。头前咱有看到这个黄连老的注解，伊也讲得真清楚咯。啊，这个咱这个世间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来的呢？啊，是因为地球。日月就是太阳系、银河系，因为无同的运动，互咱啊产生了触觉。西方世界无这现象，星球是有，因为佛的光明太大啊，特别指出佛的佛顶放光。实际上，佛是专心都放光，那讲是佛顶，佛顶是孤一个例尔。佛的光明遍照啊，法界，你就知影讲伊的光有偌大，遍照法界啊。你个的光，伊照的这个范围啊无大，但暗时看到天顶的星。天顶的星拢嘛是太阳，家己会放光呢？家己未放光，你看未到，伊看未到，拢是家己放光。有真侪星星比太阳大千倍、万倍都唔止啊！也因为伊距离咱太远咯，所以咱看到的光啊，都是一点点啊，念念未当啊，甲佛的光来比啊。然后更破脚啊！你是咱现在这个啊眼观啊有障碍啊，看未到，这是真呢。然后咱知啊，宇宙之间有真多这个光，然后咱目睭会当去看到，只是当中的一部分呀。比这光波长呢，咱看未到；比这光波短呀，咱嘛看未到。佛的光波无长啊，无远覆盖啊，啊，所以日月伊个光明，伫叫世界就亲像咱咧看天顶的星的光明同款。啊，这是一个啊，一个大环境。个缩小来讲咧，嘛无
主雕。那这两字爱改呀，连起来读。主啊是主相，雕是雕相，主雕啊拢是雕相的意思。就是讲那边的人都有家室为雕相，啊，这就丢咯，唔是讲无家室。啊，未当讲服务主雕啊，加石啊，主雕啊，连做一个来读，伊无啊，主雕加石，所以念老伫即地解释啊，真好，并毋是讲一定讲伊也无下体，伊无宫殿，无楼台，头前有供家，有毋是讲无。那为什么这地咧讲的是啊无咧？无主雕，无这两字，家是地，家室是有啊，都、就是伊未执着啊。啊，所以啊，伊在清净执着，伊就未当清净咯。啊，这段最重要是讲清净。头前咧，修养古作品内面讲，讲得真清楚。叫做世界啊，遐个众生啊，因个孤主的下体啊，孤主的房屋，境界严厉，严是庄严，厉啊是华丽。因徛这所在是非常非常的华丽，也是咱无法当想象。人间福报最大就是帝王，帝王的宫殿。啊，咱去北京啊，家去故宫啊，去甲观光，你会当看到啊，故宫的辉煌，即卖是无咯。为什么即卖无皇帝啊？唔是皇帝住伫遐咯。所以啊，这个保养啊的时阵，就甲原来是大大无同。现在拢是破破烂烂。这些所在无人去修补，啊，遐个金碧辉煌的，现在看袂到咯。呀，伊有诶是伫空中，有诶伫边地，是伫空中，是伫边地，唔是人诶意思。如果讲我愿意要伫空中，我愿意要伫即个地面，啊，你也有意思啊。你烦恼还未动真啊？那那会记得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人有烦恼的习气，绝对无烦恼。就是啊，分别执着的习气也有，也有一点一点啊，无严重啊。实际上呢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改做阿维瓦地菩萨。阿维瓦帝菩萨哪有讲有分别执着呢？也阿维瓦帝菩萨只有无始无明习气还未断，实际来讲分别执着的习气拢断去了，啊，无可能家己有意思啊！到底在空中也是在边地呢？这是啊一种的这个习惯，啊，是一种的习惯。这个习惯是安怎讲呢？譬如讲，咱啊，拢住伫这个地面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咱迄个厝一定伫地面上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四王天呐、啊，这个多利天林呐、啊，念佛往生呢，嘛拢伫地面上，习惯咯，习惯住伫地面上。也摩天以上呢，因啊去往生呢，因习惯住伫个空中啊，伊无住伫地上啊。所以到迄个时阵，因的宫殿也是伫虚空当中，这是一种习惯。啊，祖祖连连的啊，绝对无人去安排，无人去想象，完全那都是祖连的现象。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影的啊。啊，这是说明因啊有孤主的这个环境啊，
而且古这环境啊是非常非常华丽庄严。金言无假，这段经文的内面啊，也讲无咧啊，我拄只有甲这个意思也讲啊真清楚咯。无是未执着的意思，未着相，不着假设之相。啊，叫做会众，会众都是啊古民。叫做世界是一个大会，是一个法会。阿弥陀佛，是法界。无量无边无尽的诸佛刹土内面，无缘众生。什么是无缘众生？一切诸佛无迄个无功，无量寿经的啊，无迄个未劝大家啊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那想讲是大家听到的灵性。愿你往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都是跟阿弥陀佛有缘呢，这叫做有缘众生啊。有人师父达讲劝，学生正直真正当啊，无愿意去啊，我都拄着啊。有天台法师啊，伊请我讲经，讲阿弥陀经。结果伊安怎呢？伊无想要去极乐世界啊！伊每天念佛，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伊唔念阿弥陀佛，无想要去极乐世界啊！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这个阿佛无缘，听是有听，无想要去啊！伊也是唔信，伊就是无想要去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我的恩师，伊就是。愿意永远地释迦牟尼佛啊，真正有这款人啊，老修行人啊，啊，咱明了都未讲，感觉讲真正稀奇咯。叫做世界大众，住伫迄边个大众，所问皆是无我之心。这头前咱的经文有读过，啊，听佛说法，听水教说法，听流水说法，听风吹树叶啊说法，皆说无相无我苦空之性，这讲四地法啦。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啊，深入苦集灭道，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。闻即相应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这十二字真重要啊。啊，咱听佛说法，听了安怎无相应啊？心无清净，也是有分别有执着，也就是讲啊，听无啊。这个佛法要听有是无容易啊，了解你就证果咯，你就开悟咯。听无，为什么会听无呢？这个咱嘛来讨论个真多咯，上到这所在，咱一定会记得印光大师的教诲。印祖上讲，一份心经得到一份利益，十份心经得到十份利益，百份心经得到一百份利益。千分心经得到一千分的利益，啊，那万分心经你就得到万分利益。那现在无心净心啊，所以一分利益都得未到。
圣经啊是真心，圣经是自性。那咱要安怎来培养咱的圣经心？现在这社会太困难，太困难了。为什么没人教？哪说你不看到，你连听都不去听到。啊，对，这所在，咱啊自然会想到，世尊当年在世教学，佛灭度了后，这地主因去四面八方，去弘扬佛法，去教化众生。有一寡所在，一两百年就无了。有一寡所在三四百年、六七百年都拢无去咯，也就伫中国啊，传到中国来的即支，将近两千年咯。什么原因呢？中国人有圣敬心。中国人把圣敬心疏忽了，也就是近一百多年的代志啊。佛法都无了，古老的中国，千万年来，囡仔还未出世。老母的有心的时阵，老母就会教，叫做胎教啊。教什么呢？就是教圣经。老母的心真诚，对一切人事物拢恭敬，这个圣经影响胎儿。到囡仔若出世了，伊目睭闭开会通看，伊耳孔徛起来会通听。父母在面前表演呢，都是圣经。表演什么呢？地主归是家教的集大成。地主归自始至终。是千空八十二，全拢是加圣经，真诚恭敬。中国古谚语讲：三岁看八十，七岁定终身。三岁就是讲学了一千天，对出世到三岁啊，一千天。父母做一个好模样给伊看，表演给伊看，伊会向你咯。八十岁拢未改变，对父母恭敬，对长辈恭敬，对兄弟姊妹啊恭敬，对一切人拢会恭敬，甚至讲对花草树木，啊，对待自然。都有敬畏之心，安尼教出来呀、啊！你无对细汉教伊啊，伊四五岁啊，六七岁你才甲教，袂赴咯，上班。伊啊，接受这个扎根的教育的这个期限啊，已经啊过去咯。中国人了解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啊，这个社会中的久安啊，跟西方世界这个比例不同啊。
西方世界拢是咧动乱，中国嘅社会局面是安定嘅，一个改朝换代，至少有100年到150年嘅安定。这是外国人学习中国历史的，拢会感觉真正着惊，拢啊非常佩服。所以我常常咧讲啊，中国人上该了解教育，伊有教育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。有教育经验，有教育效果啊！啊，咱家只个传统的物件，甲疏忽咯。一般讲也不过是200年是朱熹太后疏忽咯。伊也确确实实。那《圣经》这两字疏忽啦，连大帝王第三部面前拢称地主，只有伊啊，伊称老佛爷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伊伫个佛菩萨顶面啦。这伫现在来讲啊，是大不敬啊！你哪用安尼做呢？你上行下效，下面对佛、对佛法这个恭敬心渐渐就衰了。清朝、蒙古、到民国，哪讲看未到这种恭敬的态度？连民俗都听无了，现在这时阵听未到，圣经这两字听未到，谁人讲呢？所以社会乱咯，地球灾变较多咯，问题出来咯。最快好手是朱熹太后，那不是假啊。唔过，咱都爱明了啊！如果啊，未当恢复中国啊古圣先贤的太高，这个社会上敢也会有圣贤君子出来呢？那太高一旦恢复未可能，唔是无可能。少年的这些妈妈，谁人不爱囡仔呢？伊听囡仔，因知影要安怎教法。如果国家有一个这款的制度，有新的时阵，一定都要受教育。甲你讲要安怎胎教啊？啊，要安怎教婴儿啊？这三年当中。个你李路啊，在落清河诶，这个啊军队，正贤诶军队啊，你介意无？一定欢喜啊！这种诶教育，三个月就会用你咯。上三个月课，你就完全了解，你家己对啊，起心动念纯正。有新诶十个月无邪念，无邪思，言行举止拢是端庄。伊就影响胎儿啊！古早人啊，了解啊。庄稼人伊虽然讲无读过书，唔捌字，伊了解。伊的祖先呐、啊，代代相传教伊，伊了解。历朝历代，就是讲乱世，拢有啊圣贤君子出现。圣贤君子啊，是教出来啊！啊，圣贤君子是教出来啊！
佛菩萨嘛是嫁出来啊。文字相应啊，这句话重要啊。这个相应心啊，就清净，都无分别，既无有我，何有我是假设呢？我有无？我来讲无，当然有。有为什么讲无有我呢？未执着啊！我也是有这个心，不是无心。我未执着这个心是我，也就是讲。我无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这就是无我啊！起心动念会替别人来想，会替社会想，会替国家来想，会替全世界的人来想，未为着家己来想，这叫做无我。心都未执着咯，那会去执着心啊？所固执的这放下呢？当然未执着咯，你未执着啊，才会放下。是对倒位来？啊，咱这边都要设计。哎呀！来时间，这种叫世界是无的啊。咱若是亲像西方叫做世界人同款，真正执着都无去了，分别无了。咱住这间厝就亲像经常所讲的啊，洁净华丽啊，无需要设计啊，无需要时间啊。祖连连的现出来的是什么性德啊？祖性性德里面啊，流露出来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哎，怎样？叫做世界跟咱是无差别，祖他不离。啊，那你当啊，把梦想分别执着放下。咱的人甲阿弥陀佛拢是同款，啊，咱居住的环境甲叫世界当年也都拢同款啦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，哪有可能有差别呢？叫做世界人，若是讲有分别、有执着，啊，伊应该咱同款。咱若无分别、无执着，就甲因同款。所以大家也想看嘛，是执着好，也是未执着较好；是分别较好，也是未分别较好。你详细去个思维去观察，你就明白了。下面这几句就讲得真清楚了：古物所记下帖，宿舍主体啊，没有执着。古文服务自着加事业，福音灵界无我，伊拢未中我相啊！古一切皆无私表色名号啊！咱都要一名，你都在这个所在，来叫这条路门牌是偌最好啊，都是好是领导啊！你一切执着啊，啊，连我都拢无咯，所以啊，一切诶名号都拢无咯，一切名号都拢无咯，张三李四会敢会熟悉呢？会创唔到？未啊，绝对未创唔到啊！就亲像咱即个身躯即个像器官同款。目睭唔是鱼啊，鱼也唔是片啊，伊找袂执着咯。目睭也是目睭，目睭无变做鱼啊，鱼啊也无变做片啊，绝对也袂错啊。
耶路世界人心像嘛，完全那种同款，体质啦同款，相貌也完全同款，拢是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去到迄所在人遮多，多者是阿弥陀佛啦，多者是啊观音菩萨，你敢认得出来呢？拢同款呢？哎呀，是好都袂讲有差别。人的脑比电脑较厉害啊！电脑有当时还会误差，但迄个时阵你的脑的这个功能完全开发出来咯。这科学家常常讲，那现在使用大脑，大概只使用大脑的百分之一二啊。大脑啊，百分之九十几啊，拢无伊用着。啊！你到叫做世界这个大脑功能啊，全部拢开发，无量的智慧啊，无量的神通啊，那会讲创唔到呢？像这个意象显示居住的这个环境啊，无分别。你出妙境，正有无你出下分别之地心呀。这会讲啊，真好啊，心境即土境啊。啊，特别是即个修正宗的同学。修什么？家己一定来知影，就是修清净心，不是别行呀。那用什么方法修呢？现在大多数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，持名念佛真正把清净心念出来未？如果念真多年，清净心也无念出来。啊，恁啊，都爱呀思考咯，念佛啦，无修的效果。这内面一定有问题啊，绝对不是经典的问题，绝对呀、啊，不是祖师大德解释的问题。是咱的问题啊，伫家己，啊，咱加经义，加祖师大德解释扭曲，所以无效果。啊，如果正知正见。哪会讲未得到清净心的道理呢？你啊，真正得到清净心的肯定，就是啊，智慧重，烦恼轻，欢喜充满啊，内心欢喜心。你才知影我佛法是真的，不是假。也不过大多数人啊。拢无显著的这个效果啊！这两天，北京吴秀林老师来家来看我，伊甲我讲，伊最近这四个月念佛，因为过去念佛的功夫不得力，念个真辛苦。伊读印光法师文抄，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所教这个十念法。伊认真学习，学习了四个月，效果非常的多度啊！
我会伫咱这学会来做报告，甲大家分享，非常重要啊！印做这款话，咱大家拢知影，我认真去做啊，迄就是用心计数，分好对心生出来。对嘴念出来，对耳孔听入去，一定都爱啊，清清楚楚啊，心思清楚，口念清楚，耳孔听个真清楚，佮加了一个计数，对一到十念的时阵，初二的时阵上课念较慢，唔通念伤紧。紧记袂掉，然后用念珠，用念珠的分心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安尼一句一句念，逐字清楚，逐字拢听个真清楚，而且心内计数，哇，这句佛号是第几声的佛号？对一。算到十，但是对一到十无容易。你未记哩咯，未记对头过来，实在是讲无办法咯。读书教难啊，家己啊分做两段，对啊，一到五算个清清楚楚，然后再对六到十算个清清楚楚，用这方法，唔是讲啊。这两三四五，这两三四五不是安尼，啊，是十句。头前五句是这两三四五，后面五句是六七八九十，你还是安尼算。十句念完了，这个是第一句啊，第二句、第三句安尼念，真贴心吗？因为念复杂念啊太多了，妄念纷飞啊。用这方法来当个立妄念，就在世之菩萨所讲的都立了根。这个方法三个拢清楚。阿弥陀佛，这个理清楚啊，听个清楚，就是讲念个清楚，听个清楚，算个清楚。啊，各有困难，你都三三思啊，用这方法算。啊，第一段，三句，一两三；第二段啦，三句四五六；第三段四句啊，七八九十。用这款方法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多念六根啦、啊，正念相继，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啊。你用这个方法试看卖。我修林做报告。我技术伫边啊，听有咯。伊啊，这两天嘛伫试啊，甲我讲真有效果。确实是无同款，欢喜心生出来咯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因素方法啊是助缘呐。最重要的因素是你得爱放下，但真正放下。这是这真因啊，放下那种自在，那种快乐，就跟叫做世界人同款啊，叫做世界人跟咱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以放下啊，咱啊，什么都拢无放下。那讲真是拢放下，跟叫做世界人差无差别啊？伊极乐，咱嘛是极乐啊。重要的就是放下，放下一定来看破。怎样讲？这个世界什么拢是假，无一项是真呢？你啊，这放下，放未落，你就是把这个拢看作是真呢？错了。所以现在科学家确实，伊那比咱较聪明啦。伊啊，了解，宇宙
万法的真相。虽然不是顺境，但未到佛菩萨的境界，但是真接近。特别是最近啊，这三十年，物理学家的成就，无论是太空物理，或者是量子力学、微观世界，成就拢相当可观。这些人发表论文啊，甲咱讲，物流之间根本都无物质这个物件的存在。这是德国普朗克讲的。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一生研究原子、研究粒子，到最后发现量子。伊讲，宇宙之间只有三项物件，这大家拢公认的啊。这个是物质现象，这个是精神现象，这个是自然现象。伊为什么讲物质现象是假的呢？物质的基础是念头啊，因为念头才有物质现象产生。如果念头若无，物质现象就无了。物质的存在，换一句话讲，就是你的意念无中断。这啊，甲大乘佛法讲的完全是同款啦。无妄净梵文观，咱过去学过两摆。延寿国师著作的，用现在话讲咧，论文啊，这篇论文无讲真长，把宇宙真相讲出来，对一体去利用。一体是自性啊，今仔日科学甲铁学无发现自性，伊若发现自性，迄个佛法完全共款啦。对一体去利用，利用是甚物？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人生万法。利用第一个是宇宙，第二个就是家己啊。就是正报甲依报出现咯，无论是正报是依报，伊拢是动的。所以现在科学嘛讲，宇宙是波动的现象啊，称为弦的定律，是波动现象。伊若不动，宇宙就无去了。所以伊是只动向，震动呢，佫较微细的震动，伊的速度不可思议，无办法会当甲伊来比啊！伊的这三种现象，第一个周边发界。无论是物质，无论是精神，每一个波动拢周边发界。地理现象出生无尽，出生是讲变化。第三个含阳空有，哎，都是咱平常咧讲呀，心包太虚，两周三界。阿门空有啊，那这是佛经内面用现代话讲，佛经内面讲的物理学，讲的科学，
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认识、认知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就袂伫现象的内底啊。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你拢袂啊起心动念。当然，你无分别执着了，你获得境界了。如何境界？如是利益啊！认识清楚，这就会放下。认识清楚，就是将家大师所讲的啊，看破。也看破了后，你才放下。放下帮助你更加深一层的看破，你又有深一层的放下。当年张家大师跟我讲，佛法对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方法。这两个方法相互相成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对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佛法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容易啊。但是头一关呢，就哎呀，看破心不是我，是头一关啦，这关上困难。因为你看不破，你接触这心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用、贪嗔痴慢，拢总是对这出来啊。你讲你有冤枉无？因为这个错误的观念造成大错啊，造成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啊，变现出了六道轮回，轮回是假，轮回是什么原因来呢？就是这个原因啊。你啊，真正看破放下，轮回就无了。哪讲轮回无是法界嘛无去咯？然后大乘啊，有遮侪年咯，怎样讲？不但是法界无咯，诸佛十波庄严土嘛是假呀，也毋是真呢。伊是安怎来呢？无始无明收起来啊，无始无明是跟他断咯，十波土都无去咯。就一个是真的，相即公土这是真的，相即公土什么呢？就是诸性清净万明体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啊，伊无现象，伊毋是物质现象，也毋是精神现象，也毋是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学甲哲学是无办法了解呀。只有一个方法，佛讲的唯净弘知。你净掉了，你就清楚，你就明了。啊，那净呢？不起心不动念，就会净掉。而且最高的境界啊，究竟圆满。印度人称为大般涅槃啊。到这个境界呢，处心处境分不分别，境地一如，抓住定果啊，定果是烦恼的代名词啊。所有一切烦恼拢中等抓落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果闻啊，唯修清净最上快乐。这种感受，但无法想象啊！你那一个想，就落在地人意识，就落在分别执着顶面。你必须不分别不执着，你才能体会到这种的乐。所以这个乐，咱在佛经上读的，咱根本都未当去理解，到底是安怎乐呢？未当理解啊！
如清湛净土经文，唯有无量清净喜乐。这个意思跟这个完全同款。咱去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心净极乐啊。这个心是讲往生。往生你就证到唯修清净最上喜乐，你这个往生就会证到了。咱看经文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一生、若同生，该舍诸有正定之处，决定正悟。阿罗陀罗三藐三菩提，何以故？若下定诸劫不定诸，不能了知，见离彼因果。念落的注解讲了，有文，这个正面的这两行啊是。给的这个经文啊，乃弥陀第二十九、四十八愿的第二十九愿，诸正定诸愿，及第十二定性正觉愿即成就。念了甲咱提示这个经文非常重要，也就是讲，咱看到头前的经文，经文上讲啊真清楚，若有这个、六是假设，假设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是啊基本的条件。换一句话讲，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对谁讲呢？对善男子、善女人讲的。为什么人听了后啊，闻者啊相应，心就得到清净，就得到喜乐了。这个善是有善根、有福德的，善根福德一面具足，这是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普通的讲法是具足十善业道，这是一般讲法。在这地不是安尼，在这地讲法是善根福德一面，三个条件拢具足。为什么呢？伊决定往生啊！若一生已经往生极乐世界了，若同生，同生就是阿未去啊！伊决定会啊得生啊！那为什么知影伊决定会去往生呢？伊往生的条件具足了。所以啊，这些是阿弥陀佛啦、啊，这两愿啦、啊，特别的那个加持啊，以助正定住啊，定心正觉啊，这个正定住后面有讲了，不是下定住，不是不定住。正定住是什么呢？心就止伫咧即句佛号，伊就定伫即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顶面。
我常常顾中风禅师的这个例，第三次系列内面，中风禅师讲的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你的心定在阿弥陀佛顶面。如阿弥陀佛以外，你什么念头都拢无了。这叫自定定住啊！这个功德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咱的功一句啊，不可思议，真正会当体会到的人无多。为什么会当体会？因为你未了解这个境界啊！一个凡夫，接受佛陀的教诲，依教修行，决定在这一生成佛，这不得了。弥陀第十九、第十二这两愿的成就，在极乐世界已兑现。伊毋是虚愿，真正成就了。诸修为弥陀啊，转播啊，本怀之苦德。确定是下贱，迄贱辈安心下掉了。这个安心啊，是弥陀传播本怀，怀是什么？伊的愿望啊。弥陀的愿望是一切有缘众生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，伊无别的愿，就是这愿。四十八愿就是这愿，无量妙行之胜果啊！愿在头前啊，领导人，愿必须爱行。这是愿你的愿啊，你有愿未应的，这愿啊是假啊，不是真的。无量妙行，咱啊头前有读的。阿弥陀佛的因地，用五劫的时间，这时间长啊。一个劫是一个世界成住怀空一拜，这是一个大劫，五个大劫啊！伊修什么呢？就是修四十八愿，愿愿拢修成功了，愿愿拢圆满了。所以，伫今仔日叫做世界，伊自然三生的现象，决定是无起心动念。无论是依波庄严，是正波庄严，无起心动念，自然呢？啊，自然为什么无讲呢？住伫宫殿有大有细啦，有伫地上，有伫空中啊！我相信这个模样也无同款啦。这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人过去生中的习气。养成这款习惯咯，以前是爱好，现在爱好无咯，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登去咯，唔是爱好习惯。假意啊，住伫山东来修行的，到极乐世界一定是山东啊，不山咯。
伊伫山东修行，家住茅棚啊，叫做世界看到茅棚，茅啊是七宝的啊，迄、那个草啊，拢嘛是珍宝啊，是官啊。有人介意徛大金厝，有人介意徛细金厝。但是完全是随你的习惯啊，不是说你的想象啊。你如果是想象啊，你就错了。那是凡夫的，不是想象啊，自然形成的。自然成就的。第一，方便啊，之极致。智慧、疑心、悲心是怜悯一切众生，也无共我啊，也伫遐咧作业啊，作业都会有果报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啊，用这个方便法来普度众生啊，这个方便是方便到极致咯，到极处咯，圆满到极处咯，美好到极处咯，效果更加是不可思议啊！大圣大愿之究竟，真正帮助你一生圆满成就。帮助你啊，回归自性，你看这个不得了了。也无回归自性，比如讲你拢是伫外口咧流浪，你无等于厝诶啊，厝诶伫倒位，像一公土都是啊，恁兜啊，主要会记得上一公啊，就是啊，自性清净圆明体啊。回归到自性圆明体啊，就是等于恁厝的啦。这叫功德圆满啦。文中有正定、邪定、甲不定三住，这也三大类。诸家类诸呀，诸三诸之说，同见有小乘甲大乘经论，即佛上讲。所以学佛的人对有即个三诸拢真正熟悉啊。但是啊，内容差异甚大，这真诶毋是假啊。我常常用这个名词，看是对什么人讲呢？意思千千嘛，讲起来是无同款。小乘如啊，古下论为做过及其以上啊之啊行者为啊正定主，这是小乘讲呢。初果以上，迄就是讲对初果到阿罗汉、初果四陀丸。苏德含、阿拉含、阿罗含四个，这四个的拢嘛是算正定。啊，对凡夫来讲呢，凡夫都是啊做五无干业者，这是邪定。其无呢，皆无正定，甲邪定之间呢，这叫做啊。不定，那不定的完全啦、啊，看伊这个呀缘分。伊那清净善言，伊就会得到正定；伊那清净恶言，那伊就会变作邪定。人家看今仔社会，也是什么呢？也是社会教育啊，
咱会使讲是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宗教教育拢嘛是缘呢。看你接受到一种的教育，你就变作到一类啊。因那里教育是乎大家啊，普遍疏忽啦。人的心目当中，别项物件拢无，只想金钱。你讲这有害无？只想要发财，敢会发呢？如果想发财，真正会当发呢？我甲注意讲，佛菩萨拢会甲你学啊。伊嘛想要发财啊。啊，圣贤君子咧就会拢甲你学咯，伊有心唔甲你学，伊也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物件求不得啊，不过来都有求不得苦啊，唔是你有求伊就来啊，求不得啊，迄滴就什么，明来对有的时阵自然就有啊，明来对那无的时阵，那你怎求拢求未着啊？这一点啊都无假啊。他在读书人拢了解这道理，所以啊，什么伊也未求咯。孔子啊，了解这道理，孔子啊，生活相当艰苦，唔是富有啊。孔子连小孔都做未到啊。伊也过是一般平民的生活。学生当中，物质生活上介困难的安徽啊，但是表演吃饭连饭碗都无，用碟啊编做一个笼啊做饭碗，啉水连一个杯啊都无，用葫芦瓢啉水啊，嘿，迄款的生活，伊快乐啊。你看到呀，伊拢是满面笑容啊，从来无忧愁啊，啊，苦恼诶，这款的这个态度出来，为什么伊了解这个因果啊？伊明白这当中的这道理。所以伊修正定住，伊唔是下定。一般人过了这种苦难的这个生活，伊就冻未过去咯，伊就想入非非啊。顺人利己啊，未安怎去偷窃别人个啊，满足家己的欲望，你都做罪业啊。这修下定住啊，做罪业，你下当去得着的啊，那是你命来做有，命对的那无，做什么罪业也得未着。你讲你有冤枉无？所以你就知影因果教育是偌重要的。佛门当中确实是殊胜，一般社会大众拢知影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我去发财会应未？啊应啊！明来对无财，明来对无财求佛，佛教你啊发财咯，那是真的，唔是假。命来底也无智慧，佛会帮助你开智慧；命来底无寿命，佛会帮助你长寿。有求必应啊！也伫佛面前祈祷祈祷的，这未灵啊！
这无路用，你就爱学经典啊，经典内面才会教你啊，生财有大道啊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布施，财布施。迄、那个人命中啊，财富真多，真是生生世世真爱啊，财布施，伊才会得到遮尼啊大个财富。唔是去假人个骗人来啊，是欢欢喜布施才会得到呀、啊。聪明智慧的因是化布施啊，健康长寿的因是无为布施啊。我少年的时阵，自细汉家境就真困难，细汉时阵唔知影，也无人甲我讲。是这兄弟最近这几年，看到家破，这怎样？阮老爸出事的时阵，阮到家都就衰了。原来是一大家族，就衰了。厝内财产，家己拢。变卖了，啊！我老爸嘛无摕到钱啊，钱哦，有官有势人啊，互因摕去咯。所以啊，家庭生活非常艰苦。我老爸靠做工过日子，阮也无土地，阮也无厝啊！一生拢嘛是咧租厝徛的。到共产党起来了，解放全国了，我伫海外。无想到讲，阮符合共产党的这个条例，无产阶级啊，受着特别的优待，阮啊无土地，分着土地，无厝分着厝咯，而且还佫强养阮小弟啊去读书，伊伫读到啊大学毕业，复旦大学啊。毕业了后，留在学校教书。永山洞对我有恩啦、啊，我在海外，真正是一贫如水啊！我拄着几个好老师。这三个老师拢是了不起的人，就是啊，细汉的时阵，老母教阮的迄点啊心经发生作用了。甲老师所谓生平啊，无熟悉啊，写一张批自我介绍，希望老师会当啊，允准我去旁听伊的课啊。其他拢唔敢五万咯，无钱读书啊，想听一下课。这头一个彭东美先生，伊甲我带入佛门，哦，我了解佛法内底啊有大学问啊，唔是迷信啊，我就放念答应我。以后，清君庄家大师，这是有一个
道行的高人，我二十六岁甲伊熟识啊，伊老大人六十五岁，伊是阿公辈的人啊。大概伊啊，看到我是贫瘠的命，贫是无在乎，瘠是无地位。贫贱之极，就是啊，乞食的这款命。那什么原因呢？一生中无修财布施，无修无为布施。换一句话讲，唔呐，讲是贫贱，而且寿命真短。所以老师就教我，也无说明啊。以后我完全了解了，啊，我修布施，我甲伊老大人讲啊，我讲我也无钱啊，每个月摕这个工钱也是真正少啊，只有够家己的生活呢，哪有钱去布施呢？老师就问我讲：“一角银你有？一角银会用你啊？一块银有无？一块银也勉强。啊，你就对一角一块去落实啊，养成一个布施的习惯啊，养成一个念念啊，有啊布施的心，教我安尼去做。”哇，我真听话，以教奉行啊。过年三年了后，这个命运啊，就转了，如转如好，如是如醉啊。发布师，这是啊，李老师教我的。叫我发心出来讲经教学，讲经教学修法布施。以后我了解了，我伫殡仪内底啊，布施医药，这是六十年拢无间断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修无为布施，果报是健康长寿啊。十方的供养，我完全学印光大师，隆重提起布施啊！一生我无去道场，印光大师教导我，专心专力修法布施。印藏经论显著。我是1977年头一摆伫香港讲经，讲楞严经。迄个时阵的香港也无隧道，无高速公路，香港到九龙爱坐渡船啦。当时我看香港最高的一栋大楼50层，伊迄窗啊是圆形的，设计个真趣味啊，啊真正有风格。一般的厝啊，大概拢嘛是10几层尔。30多年了后啊，不同咯，香港完全变咯。在我的记忆里底非常深刻，我学佛这个效果拢收到了，所以非常感恩老师。一生
物质生活无会缺乏。聪明智慧确实，逐年拢无同。大家听我讲经，就明白了。我讲的物件，逐年拢无同款，应该拢在提升啊。45迄年就变啊，一个月计就好了。好了，继续讲经。一生唔捌破病，无住院过，病院无我的病历，将家大事教呀。不是梦中有求必应，我无求延长寿命，也无求健康长寿。我只是求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只求这个，其他不能无求。这就说明讲，不是梦中求幸福当求会到。这个世间发一点小财，这叫做小夸大志啊，小事啊，那我们做未到呢？太容易了。只要你肯照着佛法去做，肯定会有效果啊！而且啊，结果是三年啊，命运就会转变啦。该做命运的方法啦。以后我读到了凡四训，完了凡先生，佫佮是一个典型。是一个榜样，你看伊安怎个命运转过来呢？分高相思啊，家业啊，也是介于这三种布施。伊的寿命只有53岁啊，伊啊活到74岁才走。寿命延长21年，但伊的功名只有秀才，原来都无孤人，无进书，伊啊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以后去参加考试，中着孤人，中着进书，原来都无好生。伊叫后生，真正伊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后生，继承伊的家道、家学、家业。所以命是家己做的啊，命家己会当改。别人给你改的，那是假呀，那不是真的，是得爱你家己断路修仙，改邪归正，你呀都会达行拢如意呀。哪个咱本身的命运会当改，家运也会当改，国运也会当改，整个世界世运拢会当改。大乘佛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，修行这三字的意思咱了解了，大乘中三字之一好有道理，念了因经论来跟咱讲。第一，《地多论》45，第45卷，第《地多论》100卷，一家正定珠，比立涅盘，这个正定珠，你家下定珠，比立恶道，
这个恶道是指地狱，三者不定。伊这个甲修行的意思啊，是完全是无同。念佛啊，求生净土呢，就是正定住。为什么人造作恶业？诽谤圣贤，这是邪定主，比你恶道啊！三者不定呢？就是对领导到声闻缘觉菩萨，拢是不定主。以修行的范围讲大罪咯。第二，色魔和言论文，有其三种，一者十信情，影邪定诸，不信业故不果啊。色魔和言论，这是大乘。伊所讲的大乘别教，不是原教，甲华严经讲的是无同款。这是啊，别教菩萨啦，别教菩萨。所以十信以前是邪定主。伊唔相信伊阿未古报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。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，十性也十性十德，宁静定住。不测为果，别教的三贤位，第原教拢是十信，第十信，十信名不定住，亦进亦退啊。进进退退，所以以决定过啊。在行起心论里面讲的，跟这是同一境界。理解啊，这是第二种啊。十信经并十信啊，明下定。大家故名静定，三贤十性名不定。大家故是佛故，十信以前，十信为拢叫邪定，这拢总是讲这别教。不是原教，大家是成佛啦，这才叫正定。三贤十性拢叫做不定，这是第二种讲法啦。
三者十信情名下丁，十信名静丁，十信三贤名不丁，诸煞不共。这个拢是祖师大德对于佛经上，这个讲到三珠啊，伊有无共的解释。修行以初果及基性为正定，大行学以比例涅槃，学以三贤以上，学以十地以上，学为以大家佛果为正定。这来对意思千深拢无共。啊，有诶讲较深，有诶讲较浅。啊，咱来看本经，只有金经所闻。现在咱这个啊经诶，这个内底所讲，彼陀众生该诸正定诸，彼陀都是叫做世界，凡是往生叫做世界。全拢是正定珠，净雅文，净雅大师是隋朝的人，万世的德号也叫慧远，甲初祖是同名，名是完全同款，所以伫历史上称伊叫做小慧远。是隋朝的人，啊，咱初祖慧远大师是晋朝的时阵人，东晋的时阵，这隋朝的，这小慧远，伊住的这寺院啊，叫做净雅寺，所以啊，尊称伊啊，无尊称伊的名称寺院，这是啊最尊重的称呼啊，为昏不退。名为正定，莫问大乘小乘众生，生彼国者皆诸正定。这个啊，讲法真好啊！你唔通去问伊大乘小乘也是众生，唔免去问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哎呀，拢总拢嘛是正定啊！为什么伊未退转？你看四十八愿的第二十愿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该做阿维瓦帝菩萨啦。阿维瓦帝是梵语，梵做中国的意思，就是不退转，永远不退转，而且是三个不退转：位不退、形不退、念不退。这个不容易啊，太难得了。所以该住啊静定。蒙西同志、蒙西法师解释甲这个是同款，并文一切善恶凡夫生活愿力，生彼国者处不退国啊，是名。是名正定啊！这个说的，咱来特别的注意，一切善恶凡夫，即咱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，无论是心善、行善，或者是心恶、行恶的，这些凡夫，恶人啊，只要会啊忏悔。只要改过，只要真心，都会往生。净宗法门太广大了，我业十恶罪啊，临终忏悔，一念十念拢会往生。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，第十八愿。
有道理无？有道理啊！搁较恶嘅人，一回头就是善人。咱中国古谚语上讲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啦。歹人若回头来，真正是好人。只要伊肯回头啊，伊真正改过啊。这个人都有资格生活，所以咱呐对恶人唔通甲轻视，无定着伊生活伫咱的头前，这种嘛是有可能的呀。啊，咱轻慢伊啊，迄就是罪过啊，迄就是过失。伊唔当来帮助这个人。回头帮助这个人干我，这就丢了。有金经文，六性净土，不闻反省，定向涅槃，定处现行，定性现道，定行六道，定得下脱，各为有。正定主，你不无理呀、啊？这个啊，不定啊，跟下定是绝对无呀。我讲啊，这肯定不问反省，凡夫念方生净土。一生决定生活，只要生净土，无迄个未生活呢？啊，当然是正定住咯，所以定向涅槃，涅槃就生活啦。定处现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达刚亲近阿弥陀佛。每一天啊，听佛讲经，听佛讲经无中断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教学是以文化为第一的法门啊。阿弥陀佛，大刚刚经无中断，咱一定要知影，叫做世界人身体，唔是啊，血肉之躯啊，这个血肉之躯主要啊，五谷啊，杂粮来用伊啊，西方叫做世界人的身体是发性心。伊古在大地是发性土，所以也无需要饮食，伊无需要困眠啊，精神饱满，文化不间断啊。咱中国古人讲呀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伊不间断。所以你想看卖，伊会进步偌紧？伫阿弥陀这边来专修，伫十方诸佛那边去参学，讲下多闻一门深入，同时并行啊！伫阿弥陀这边一门深入，每天去拜佛、拜奉十方佛、供养十方佛，修福啊！听十方诸佛说法，开智慧呀！那是啊，好得地啊，讲下多闻啊，以同时并进。这是咱做梦都要去求的啊，求不着啊，不可能啊！但是伫西方极乐世界，
无可能乱中变做可能咯。这个所在，咱敢会唔去呢？你真正从清楚、从明白，无去是袂用的啊！什么我拢会当放下，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。你从什么来去成佛啦？成佛从什么来成佛？才会当普度众生。家己无成佛，你哪会当去度别人呢？所以定处显行，定心显道。无论伊啊实现是伫倒一道，伊拢是显道。定行六道，用什么教化众生？用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一定要对家己做出来，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、精进、禅定，把这拢做出来。大家也才会相信，你才会接受啊！定的解脱，解脱是的大自在，解念啊气声，也是要做动词讲解开，解开什么？解烦恼习气啊！脱什么呢？脱离生死轮回啊！拿六道伊啊，脱离咯，是法界嘛脱离咯。各位有正定珠、邪定珠、甲不定珠，因拢无。这是所有往生极乐世界该正定珠。为所说法啦，甲这相款，有真解中仙道大师的意思。总就是啊，根据依据善导大师的解释讲，释摩诃言论所谓正定珠，对啊，佛果到十地啊三贤，改名正定珠。净土啊，净定珠啊，啊，净定珠啊，用莲。净土法门内面讲的啊，净定珠，跟这意思同款啦。一天即得三贤定，具体比字别多，但是以涅槃界之实现差别呢。如何菩萨啊，应化蝶世间的啊，真多啊！这真的不是假。在藏经内面有啊，心经端，有记事端，这也有心通的。出家人、在家人，拢是孤佛再来，菩萨罗汉再来。伊来到这世间来，用以什么心得多，就现什么心。亲像释迦牟尼佛，伊伫这世间是现是表演呢。不是真呢，表现个真逼真。伫《法门经》内底，伊老大人甲伊讲，一摆也都是三千年前，伫印度示现，伊啊佛的身份示现，伊讲啊，这是伊来到咱这世间来示现的第八层次。
定下定下来啊，亲像咧搬戏共款呢，顶来表演呢、啊，这啊，地尾清楚啊。啊，九弯剑啊，伊已经成佛啦。这边种就有感，伊就会来啊。因为佛心得多，伊就现佛心。咱国家看中国的东朝的慧能大师，甲贾进军啊，应当新兴呢。慧能大师的时下。那释迦牟尼佛拢是同款，释迦牟尼佛伫菩提树下代替大悟明心见性，灵台师伫五祖方丈室内底，听讲啊《金刚经》开悟咯，嘛是代替大悟明心见性，甲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，无差别。六祖在中国，因为比丘心得多，以现比丘心理为说法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心？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众生呢？众生用到这种身份合适，是众生的意思，伊就实现迄种心。本地高深莫测啊，咱也唔知影，咱只看到伊的迹象啊。所以菩萨显现十地，显现三贤，以体必至灭道。即个我的身体是一定爱灭道的。慧能大师的身体嘛灭多咯，也阁留着六心地的。释迦牟尼佛留舍利，六祖大师留的是六心，但是伊涅槃界，拢总总的言之一句话，拢是涅槃界的实现差别呢。啊！涅槃界是明心见性，不生不灭啊！有一法故，如果从一法故来讲呢，一法故是往生论来对讲的。这是的，是位菩萨，三贤菩萨，动向即时啊！这是什么呢？真实智慧无以发心呀！发心菩萨来实现的，伊那不是发心呢？伊实现六心都是发心，咱唔知呀。伊，但伊知呀。这有一个比如。比如说这个人已经提着博士学位，伊伫大学担任教授，呀，伊嘛会使去中学去做一个老师，甚至去小学去做一个老师。无论伊伫倒一个学校、倒一个等级来做老师，伊个博士学位和教学身份无改变。这就是啊，真实智慧无为发心，但是伊现的相无同款，现的相地位啊真低啊，也实际上伊高高在上啊，啊，所以这是实现的差别，境界之说，深显经义啊。讲得真好，深深经义，伊会当家也显示出来，家为净土之主判，家是大乘，主是阿弥陀佛，
凡是啊，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对啊，凡圣当基土下下品，一直到十宝庄严土上上品，拢嘛是大乘啊。故该呀，诸有正定诸。尤其是第二十愿讲得遐尼清楚，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该做阿维瓦帝菩萨。阿维瓦帝是正定主啊，阿维瓦帝是大乘啊。凡夫往生嘛是立即个地位，该位。只有四贤、十地、三贤，其体比例涅槃，当上即是法身，故该摄诸有正定之主，一句话，因接决定正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接一句话。啊，这句话啊是梵语，梵作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定正觉，想正着妙觉菩萨正着，妙觉是佛果啊。这是究竟的果位，哇！这句话讲，这下面总结。结果真好，王姓之人，家己正定之主，决定生活，就歇弥陀大愿，不可思议。这个话，总体来讲，就是讲你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啊决定生活。像什么款佛呢？甲阿弥陀佛完全是同一个顶级的佛，那绝对不是讲伫阿弥陀佛下面。阿弥陀佛这个级别啊，是足悬的啊。释迦牟尼佛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称伊是公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那你生活亲像阿弥陀佛同款，也是佛中之王咯。这个利益要去到位找，只有无量寿经内底有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有啊。但故事真实话无妄语啊！佛门上讲，人心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闻到佛法无容易啊，闻到大乘啊。闻到大乘，无容易去闻到无量寿经，这是净土法门。你若真正去拄到这个法门，你这一生得道了，不是普通得道，圆满的得道，你成佛了，就亲像阿夏王子同款。阿夏王子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。欢喜啊，发愿啊，要成佛，要甲阿弥陀佛同款的啊！啊，我希望讲咱的同学听到了后，也会亲像阿夏王子同款，按照一生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，决定甲阿弥陀同款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